Hello，早安呐，同学们，早安，我是叶老师。好，那么同学们，今天是星期三，今天是星期三，Hari ini Hari Rabu，Hari Rabu，Today is Wednesday，Wednesday，星期三。同学们，问今天是天呢？2021年2月22日，好了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要用的华文课本是华文二，哦，是华文二，请注意，是华文二，不过读啊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呢是华文课，用课本哦。然后今天的标题是单元三，在游乐场。今天的单元是单元三，在游乐场。好，那么请同学们翻开华文课本二，第14页，华文课本二的第14页。请写上日期和圈圆圈。Murai murai sila buka muka surat 14. Sila tulis tarikh dan bulatkan muka surat.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语呢是滑梯，它是在单元三，在游乐场，在游乐场。单元三在游乐场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滑梯，滑梯，滑梯。可以，滑梯在英文是 slide，slide 滑梯。dalam bahasa gelongso，可以 gelongso dalam bahasa Cina sebut 滑。梯，滑梯，诶，这是滑梯，诶，一个接一个的滑下来，这就是滑梯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是错误，OK，做这个滑梯的时候，这是错误的示范。好吗？OK，这是倒反的，看到吗？这一个小妹妹，她倒反的做这一个滑梯，这就是错误的，好吗？错误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样子会造成伤害啊。还有这个头是这样子趴着下来的，这个也是错误的，我们这样子做滑梯是不对的。给，啊，这样子咯，趴着下来的是不正确的。啊，知道吗，小朋友？所以我们做滑梯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，坐着下，OK，坐着下，也不可以站着，啊，这样子趴着下也不可以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这样子会造成自己的伤害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滑梯，我们应该要坐着滑下来，当然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首先来看看“滑”这个字，“滑”这个字是“滑”啊，滑倒的“滑”，地上很滑的“滑”，就是这个“滑”，滑梯的“滑”。我们来看看“滑梯”的“滑”怎么写啊？一点、二点、三提、四竖、五横折、六横折、七撇、八横勾、九竖。十横折钩，11横，12横，一共是12画。这个字是滑字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一点、二点、三提、四竖、五横折、六横折、七撇、八横勾、九竖、十横折钩、11横、12横，一共是12画。这个字是滑。滑溜溜的滑，很滑的滑，皮肤很滑的滑，这个字是滑梯，滑梯的
画。好，请记录一下他的笔画，画弧写上一个十二，画弧写上一个十二，这个字是华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字就是梯，梯子的梯，楼梯的梯，这个字是梯，梯。来看看它的笔画和笔顺，一横，二竖，三撇，四点，五点，六撇，七横折，八横，九竖折折钩，十竖，十一撇，一共是十一画。这个字是梯，梯子的梯，楼梯的梯，滑梯的梯。这个字是梯。来看看"梯"怎么写呢？旁边是一个"地"底的"地"，你们发现呢？我们之前很早期学过的"地"，一横、二竖、三撇、四点、五点、六撇、七横折、八横、九竖折折钩、十竖、十一撇，一共是十一画。这个字是梯，梯子的梯。滑梯的梯，哎，先写一个木字旁，再写一个地的底的地，这个字是梯，梯字。好，请记录一下笔画，这个字是十一画，挂弧写上一个十一。好，那么这两个字加起来是什么词语呢？这一个字是滑字，滑，这个字是梯。滑梯这个词语是滑梯，the number is English slide，在英文是 slide，在国文是 glonso，papan glonso。Okay，the number is China word 滑梯，滑梯。好，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句子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句子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句子。好，一起跟老师念一念。弟弟和朋友们在一起溜滑梯。弟弟和朋友们在一起溜滑梯。好，同学们看到吗？这一个图片中有三个小男孩正在溜滑梯，然后一个接一个的溜下来，这才是正确溜滑梯的方式。好，你要等另外一个人溜到底了之后，第二个人才爬上去坐着，然后才滑下来，知道吗？OK，我们不能等第一个人滑到半中间呢，我们第二个再接着下，这样子就不对的，这样就会撞到下来下面的那一个朋友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弟弟和朋友们在一起溜滑梯，好，我们一定要从那一个梯子那边爬上去，不是从那一个滑的那边爬上去，知道吗？OK。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一个第十四页下面这边有一个部分，有一个练习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指示。看图，把对的句子打勾。好，我们看看句子，第一个，妹妹在荡秋千。第一个是妹妹在荡秋千。那么第二个句子有妹妹在溜滑梯，妹妹在溜滑梯。那么哪里一个句子是对的呢？看图，OK，根据图片是妹妹在溜滑梯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句子打勾。好，那么同学们，华文，现在我们也要用的作业是。华文二，华文二的作业，OK，请注意是用华文二的作业。好，那么作业呢，也请同学翻开第十四页，写上日期和全圆圈。
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指示，小林要溜滑梯，沿着正确的路线带小林找滑梯。诶，小林他要溜滑梯，所以你不要带他去秋千，可以把正确的路线画出来，带小林去找滑梯，好吗？然后下面呢，就是要你写上滑和梯这两个字。好，老师写一次滑让你看。我们先写这个点点题，我们先写点点题，然后写竖横折，再写里面一个横折，再写撇横勾，再写竖横折勾，再写里面两个横一个两个，这个字是滑字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点点题一定要勾。大够长啊，已经跟你们讲过，写字不要等下这一个小小个，等下这一个很大个，旁边这一个变成大大个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就不对，OK，这样子就不对啊，不要这个太小，不要这个太小，明白吗？这个字是滑，我们看看 T 字怎么写，T，先写这个横、竖、撇、点，然后再写一个弟弟的弟。点撇，然后横折，横竖折折钩，再写一个长竖，再写撇，这个字是梯字，滑梯的梯。诶，可能有一点难写，因为笔画有一点多，12和11画，所以请同学们慢慢写，好吗？慢慢写，用耐心一点去写，OK。加油啊，同学们！好，那么同学，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里了。OK，请同学去完成老师交代的练习，谢谢大家。